本期讲解一个游戏发行人计划最新玩法，网红名场面结合游戏剪辑啊，单条变现10000以上，保姆式的教学。本节课程分享的是游戏发行人计划最新爆款玩法，网红名场面加游戏换剪。以游戏《圆梦之星》为例，此游戏是腾讯旗下推出的游戏，目前还处于推广红利期，很容易拿到结果。结合本节课程，更是一发发一条爆一条，小白当前就能上手啊，轻松赚取推广收益。啊，当前的时候10000多新增啊。这么多非常猛的一个项目，这是下载之后的整套教程啊，包括项目的介绍，还有项目的实操，还有这个搬运的软件啊，收益图、效果图全部都有啊。如果需要百场课程的话，大家同样打个视频说明区的这个网址，然后搜索标题的关键词，比如说是游戏发行人计划啊，就可以下载百场教程了。